我是伊登，云手艺课堂的创始人，也是云手艺课堂草木染课程的老师。草木染是从天然的草木植物中提取染料进行染色，顺应时节，不破坏自然，尽可能利用当季植物自然脱落的树叶、花朵或是园丁修剪下来的枝叶染布。香樟、常绿乔木广泛种植于南方，每年到了春分时节，香樟新旧代谢旺盛，会大批量的落叶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出门捡香樟叶染布的好时机了。使用缝染，便可以缝出香樟树叶的形状。缝好抽紧，再放入由香樟树叶煮沸后的染液中进行染色。刚刚落下的新鲜树叶含水量大，需要比较高的比例才能染出较深的颜色。染完色，在水中滴入醋酸铁，再将布放入水中进行固色。待到足够时间，打开冲洗，这一片春分时节的树叶便久久不肯落去。春分时节的颜色并非最浓烈，它却带着一股清新蓬勃的生机，就仿佛这个明媚的节气，一切都像是刚刚开始的样子。此时，用刚刚脱落的山茶花来染色，最好不过。在南方地区，山茶的盛花期通常在2至3月份，春分时节雨水丰富，盛开后的山茶会自然脱落，搜集了落花便可用来染布。用山茶花瓣染色呢，需将花蕊去除，摘下花瓣放入纱布中，再放入热水和白醋混合的溶液中，保证水温在40度左右，用力揉搓，提取染液进行染色。花瓣的色素浓度不高，所以用丝帕比较容易上色。染完一块山茶花色的丝帕，仿佛将整个春天带在了身上。扫描二维码加微信，第一时间收看所有节目。